去做媒人婆啊。我照相甲新娘甲亲家请应甲伊某入来，我甲伊讲一句好话，我甲伊讲吼，两性合婚吼，共善造福年年春。只要愿意说瓷器，就有机会发掘新会员。高雄的瓷器志工分享木心木爱过程，最大挑战就是民众对瓷器的误解。但东非灾情严重，志工鼓起勇气，就算是小孩也不放弃。师姑，我嘛不会，我嘛有一把，我嘛有一把吼，我的零用钱我也要捐这样子。啊，妈妈就听到伊了，就拍死啦，讲好啦，阿姨那边关吼，阿伯我搁倒两把好。这一阵无名风呢，也许灯在摇摆，也许呢有灯吹熄，只要有灯在，熄灭掉的灯。还有因缘，再把它传出来。要找回做瓷器的出发心，还能参与线上读书会，利用科技传法，实时精进，排除自己心中的障碍。唔通去我一点点嘛，诶，是呀，非呀，啊，脸色啊，声音啊，就障碍到了。我们要心无障碍。才能往前前进，唯有心中无碍，才能为了苦难众生挺起胸膛，继续行善路。大爱新闻陈怡真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台北慈济医院的景观台与空中花园，走过了15年的风吹日晒雨淋，